这车多少钱啊？1小时80。哦，好嘞。矿泉水、饮料、冰粉。
烤肠、炸羊肉、矿泉水、饮料。啊，短短的半个小时，这个雨已经下了两次了。啊，找一个风景极佳的地方，在这儿小酌一杯或者吃点东西，这感觉是极好的。所以看到一个，不管是这种露天的酒吧呀，还是这种餐吧呀，很珍贵，因为大多数的这些民宅啊都改成民宿了。归耕咖啡，后面都是农田啊，成片成片的农田。远处的这个，我在地图上看，我感觉这个就是苍山，我没问。
哎，这个车子是怎么开进来的？哦，这些都是现在正在装修的民宿新建的房子。哦，北登村，我现在骑到的这个地方叫北登村。这是什么花？有人知道吗？什么树？云岚小店。离着那个向阳西村湿地还有点距离。哇，这边好看啊，好看好看好看。
远处的山好看。我已经骑行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，哎，我这一边还没有走完，四分之一还没有走完啊。哇！哦，我到了许州古镇了。许州古镇，这是距离许州古镇非常近的一个地方，和乐村。许州镇
哇，这个大草坪太好看了。可以江村。